WA734 WA734 哦 SBD 655 655哦，第一名是 WA， 第二名是李恩，第三名是 SBD， 来看第四名606 606 N14哦，春田绝对没有到最前面哦，春田真的是想太多，春田没有到最前面，技能输太多，炮狙这版本炮狙你战斗时间没超过10秒都是垃圾，就都是垃圾啊，没什么好讲，都是垃圾哦。 N99 相近差一点点，没有到春田的强度，他技能伤害是春田的两倍。技能强度是两倍。五秒结束游戏，我怎么不记得这游戏五秒能够结束游戏啊？我没有更新到 IWS 的那一个升级计算器啊，怎么可以五秒结束游戏啊，怎么办到的啊？而且我记得技能不是，我看一下 WA2000第五秒可以放技能啊，第五秒就可以放技能啊，什么东西可以五秒结束游戏啊？为什么可以五秒结束游戏啊？不可能五秒结束游戏吧？五秒结束游戏那不是谁都买一样强吗？干，哪有差啊？五秒结束游戏为什么要带？为什么要带他们啊？为什么不带这个啊？为什么不带这只啊？为什么不带这只啊？不知道五秒结束游戏吗？为什么不带这只啊？为什么你要五秒结束游戏，然后又要带 RF 啊？撞到了吗？为什么不带这只啊？他824哎，他直接屌虐你们这些傻逼哎！不是啊，你要五秒结束游戏，你怎么不带 NG 啊 ？NG 五秒绝对把你这些傻逼全部虐飞。我看一下，五秒的话是这三只吧 ，N2HB， 对啊，这五秒结束游戏一定屌虐你们这些傻逼，一定秒杀。这何止五秒结束，他两秒就结束了，他两秒就结束了，什么五秒，两秒，他两秒就带走了，朋友，这家伙两秒就带走了 ，N37 哦。把 BBK 放住 ，BBK， 对 BBK，N2HB。哇，好猛哦！1963哎，好扯。
问找雪宫，找雪宫就没有意义啊！我就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用出来了。五号 PPK， 二号绿毛，等一下哦。五号 PPK， 二号绿毛，二号绿毛在哪边啊 ？N950A， 等一下，你二号绿毛要怎样？一号拖卡，就是先删掉。N950A 二号绿毛，然后怎样？你要一号拖卡，一号拖卡列夫，好远，拖卡，然后怎样？七号斯杰奇登，然后春田嘛，春田。消音，空间弹 ，X 五，五秒，我只要五秒就五秒啦。五秒，五百七而已啊，还是垃圾啊！五百七怎么这么弱啊？你家一千没有很高啊，你家一千没有很高啊，我随便配一个都屌虐啊！为什么要降带啊？一千是不是1069.75 ？N950A PPK WA 2000，然后。灰熊在哪边？我记得灰熊没有办法拉，灰熊要拉的。灰熊 MK， 然后李恩，哎，怎么没有李恩？四秒。虐了，已经虐了，已经虐了，四秒啊！四秒啊，虐了！四秒就虐了！一千一啊！我装备都还没装上去就已经虐了！没放技能啊！没放技能啊！你真的是把专武太太想太强了，真的是想太强了。我看过大陆超级多篇文章，就没有一篇文章是会一直推崇专武太太，他们都觉得专武太太也就还好。你战斗时间就不可能在五秒内结束哦，四秒也虐啊！到五秒以上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跟这些有技能的人比啊！没有，你想太强啊！春田看来都是普通货色。一个队伍放得下春田，他一定会想要放其他四天王。我有专武啊，我就有专武春田啊，我就不练春田啊，就没有那么强，想太多。帕切，你想太多啦，朋友。我没有说过春田弱啊，我只是觉得他就没有那么强。他就没有到前面的几只那么强。我刚刚就举了四个例子，都马比他强。Sorry， 我根本没有把手机画面露出来。打四只三一，怎么想都不是你那样打。
不是啊，你的打法都好奇怪哦。4-4-3-1不是拖师吗？4-4-3-1不是一支拖到底吗？我4-4-3-1从头到尾都一支拖到底啊。没有啊，你4-4-3-1照理来讲，你另外四支根本不该输出啊，你就另外四支一点伤害都没有也没关系啊，你就一支带到底啊。你有看过我另外四支有任何弹药吗？不就拖尸到底吗？4-4-3-1为什么又要这么多支了啦？我跟你讲，你只要拖尸就一定超过五秒，超过五秒春田就不可能赢，别闹了。你要你的先决条件在现在这个版本里面根本不存在，你的先决条件在现在这个版本里面根本不存在啊！托斯会无耻吗？不会啊，我没有让他好感度掉过啊，为什么会无耻？算了，你真的是不要先扯其他东西，我真的是觉得你在扯太多其他东西了啦。我从头到尾让我的散弹枪带着他的护甲，他一滴血，他只会扣一滴血。送，他没有让他没有他没有送过啊！你有看到他送过吗？我没有让我的我不哎、欸，我真的是不懂托斯送的点了，我去问 KAK 好了。少女前线，猫，请问一下，托斯流为什么会被说在送，让少女在前面送啊？假如我没有让他。来问一下，ちょっと邪魔よ。真心想问欸，我让斩弹枪坦住伤害不是合理的吗？我不是合理的吗？我没有让他死过啊，为什么会无耻啊？所以他无耻的点在哪里呀、啊？所以他无耻的点在哪里呀、啊？假如这样子叫无耻的话，那岂不是所有枪娘都不要出门就好啦？他们只要受伤都是无耻啊！不是啊，假如受伤。真乃你也是不要再跳针了、啊、我们是可以好好谈的，就没什么不能讲，你看我也是用理论在沟通，对不对？逻辑，我一直在跟你讲逻辑呀、啊、朋友，逻辑呀、啊、你看你假如说托斯无耻，你又不提出一个托斯无耻的点，你说春田五秒强，那我就跟你讲，没有
没有关卡是只能打五秒的啊，没有关卡是打五秒的啊。真的要打五秒的时候，我也提出几个点了嘛。你为什么不用机枪嘞？你反正你觉得拖是无耻，那你不靠不在乎资源嘛？你怎么不用机枪嘞？我们一个一个来啊，我们一个来啊，你先不要跳帧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五秒强，那为什么不用？为什么不用机枪？你的战斗都只能打五秒了，为什么不用机枪啊？反正你的战斗只能打五秒啊。你的战斗只能打五秒啊。离线，和台离线是怎么回事？不是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嘛。首先，我们先回到这个最基本的。你说春田强，我提了几个例子比春田强，然后你又说战斗只能在五秒内结束，那我就提了，为什么不用机枪？反正你不在乎资源，合理嘛？逻辑现在出来了嘛？所以你的战斗不会持续五秒，那你应该用机枪，而不是春田。你说要用，你说要用，要超过五秒，要 RF， 那我也提了几个例子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的配阵位配给你看，有比你强的四秒以内嘛？你的配阵都很奇怪，因为你的配阵手枪能开技能的时候已经先过了三秒。你要战斗停在三四秒之内，你是精算师吗，朋友？你怎么不去打机枪啊？那我就跟你提了嘛，步枪要五秒内结束游戏。现在这个版本里面就没几个关卡能够让你这样结束游戏啊。对不对？你那个春田打，你有试过让你的春田带在那个位置，然后去打防御90到95吗？然后再一样的方式把春田换成 WA 去打防御90到95，你有试过吗？对不对？只要逻辑讲不通，那我们实证嘛。对不对？实证了嘛？那我们就实证嘛，就去打防御90到95啊，90到95的日战哦，不会有小飞机哦，不会打不到哦。91到94，你就打91到94四场，五秒内结束。不是，我一直认为我的台是在教学所有的手游。我玩阴阳师的时候，我认真到不行，我甚至是我做了功课，做了节目，找人一起来教学阴阳师，我把每一只式神都提了出来，几乎每一只式神都提了出来，有任何的问题我也虚心求教，你自己去看我 YouTube 的影片，他们说荒川哪个比较强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他以逻辑我们来沟通嘛，他讲的有道理的时候，我也会认错哦，是我这边。我认同的我的想法太过肤浅之类的，我一直都是寻求到你有比我好的选择，比我好的建议，我当然会去看实验结果出来是怎么样。但你不一样，因为我给了你结果，给了你逻辑，给了你实证，你 don't fucking care。我是在教学我的观众上野前线今天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，大家该怎么样练。所以我会跟他们讲说，哦，在大概上个礼拜开台的时候，我在讲你们要练 C98 啊 C96， 你们要练 P38， 假如你们夜战没打过，这两只手枪要练，你们要练 G43， 这些都是二星三星的枪，很好找，很好练，我自己也有练。但我不会跟他们讲说去练春田，为什么？我跟他讲说，
你现在 SSG 69出了，先练 SSG 69。你只要有 N14，先练 N14。春田先别急，为什么？你没有专武之前，春田不够强势。我们回到最开始，刚刚那个新手说了什么？他要不要练春田？他是新手，当然不要练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练？他没有专武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提出了嘛？你觉得有专武的春田很强，那我们就开始了这一套话题。我们回到初中，一开始就没有讲过春田弱，只是因为他是新手，他没有打到夜战一之四，没有专武。懒猫鸡三六四超可爱的快造一把海报前来砍 VO VO 一零 VO VO 一零，这什么东西好酷？为什么有两个大反手？好酷！第二 W 一二三八零，谢谢订阅14个月，谢谢你4个月以来支持。不是啊，那我就提了嘛，我取出实证嘛，你又不相信，不相信我能怎么办啊？随便你啊，你就练啊，唉，你就练啊，随便你啊，反正我提的你又不相信，对不对？我虚心求教，我讲出来的你不信，那就算了嘛。虽然有人跟我讲啊，那个妖刀姬应该要用真女，哎，真女不错啊，但我觉得破势比较强啊，对不对？破势比较强啊。妈的 G36C 海报还出来，滚！是我们就讲到这边嘛，就没什么好去讲。我讲了你不信，我提了实证你不信，我拿出证据你也不信，我叫你去试你也不去试，那就没什么好讲的了。我就讲一个很基本的，现在的关卡就打五秒能打完，太难了吧？打五秒内能打完，你是打初级训练资料吧？那初级训练资料、中级训练资料跟高级训练资料，五秒内能打完，为什么不带机枪啊？对不对？带机枪啊！你假如是训练资料的话，你又不缺资源，训练资料不耗资源啊，那就带机枪啊！五秒内能打完，就没有关卡是五秒内能打完的吧？有哪个关卡是五秒内能打完的？如果两个 WA 要分开练，还是用来扩？用来扩，因为打不能同时上场。我看机枪打法两秒就结束了、欸，好猛！我刚才看一个文，看一个那个图片，它2.43秒就结束了，干超神，看得都贵了。就是因为那个图片，我现在在练那个 HN2HB， 看到已经练起来啦。之后两秒打靶，不成问题。终极1.9秒，真的假的？你1.9秒是什么队啊？1.9秒也太强了吧！
1.9 秒都怎么办到的？1.9 秒也太浮夸了吧！所以1.9秒怎么什么四把机枪三本柱加 L 打 IW 是 IW 吗还是 LW 啊是什么是 L 还是 IW 啊 LW 是什么少女前线有这把枪吗LWNNG 哦，打靶最强四人机。懒猫跟 Denka 谁比较克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 Denka 在玩。想不到我竟然已经在你身上花了美，花了美，花了美，不错，花的不错。上方界订阅十个月，谢谢十个月来支持，花了美。好了，差不多要关台，累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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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，一线都四库、啊。好了好了，别吵架、啊，没什么好吵、啊。ID 打不入大喵，干你们还吵架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！他妈回个 FB 讯息回来还在吵，真的是垃圾！收走。全部闭嘴！现在练 ID W， 真的去练 ID W 了。波浪符早安喔，波浪符早安，雷音，谢谢订阅七个月。
谢谢七个月来支持。干九成，九成就是你。没有啊，九成不在聊天室里面啊，骗我。再吵这个月都只造出 IDW， 都只能出 IDW 了，各位。从零开始的魔法书，干想造可是不能造，因为我现在造的话要造机枪，机枪。他们都用600、600、100、400，为什么？干20等就要造机枪，你有事是不是啊？干性平撞针，999999999999999，这么厉害啊！性平撞针 ，Yuki Hirasoma， 内阁夫应该超难出哎、欸，内阁夫你看，全都在下面，都在下面代表很难出，不造，不造，好了休息。明天再开，我会订阅。我看一下明天会不开，看一下哦。明天会开，明天会开。好，明天应该也是差不多8点的时候开。明天也是8点的时候开，各位。8点哦，8点。好，想要你有什么推荐的游戏的话，也可以私讯给我，谢啦，各位，拜拜。讲你喜欢我的实况的话，记得右上角点个追随，那你可以选择去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 以及我的 Facebook， 按个赞。有脚有闲钱的话，吃饭不打紧的话，不要再氪金了，因为氪金也只会造 IDW， 对，还不如来抖，还拿来抖月、抖内跟订阅，抖月、抖内跟订阅、抖月、抖月。抖月一波好不好？抖月一波，今天离这个250差4个。我的耳机叫什么 ？HD598 吧。好啦，各位，激起来，啵啵，激起来。